后别做朋友，又不能牵手。可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。嗯。你知道马来西亚我们有华人、马人、印度人吗？来，你知道你是什么人吗？我是华人。不是，你是华人。阿源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可以。你知道骆驼喜欢乌龟吗？骆驼喜欢乌龟。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其实没有理由，因为骆驼喜欢乌龟，就像我喜欢你一样。傻子应该没看这名字。傻子应该没看这名字。笨了笨了。啊，喂 ，Hello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们是那个味道啊？什么味道？我需要一个焦味哎，你知道吗？没有。没有，因为我心在为你燃烧。丁小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嗯。你知道你跟猴子有什么分别吗？不知道。猴子住在洞里，你住在我心里。你好吗？我是 Gaston。OK, Gaston 啊，你可以帮我做一件事情。嗯。你答应我做一件事情好不好？好。你要不要做我男人？我做你的佣人好一点。自由一口。嗯。我跟你问你个问题啊。我问你，你知道你跟食物什么分别吗？食物让我肚子开心，你让我痛。爱就是love more，爱不就是love more，对你说一百个理由。